就是只能两人进。那开呗。拿出贼奴，拿出强打一桩，现在对他的头狂开猛开，狂开猛开。等一下，我缺了两个位置。这实在听起来太猥琐了。我在研究他的刚刚的那个，不能打开啊，他没有突破。一阵猥琐的猛射，看来是看他的男生角色脱光光了。哇！哇！哇！感谢会员，有会员了吗？公杀回，我在看那个，我只在调颜色，好不好？等一下，又有会员了吗？梦梦呢？他没，还没跳出来。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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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会员的。寒暄呢？你们这次要打什么啊？感谢啊！随便打了，随便打了，他们过了，可以随便打。我们过了，只花了一个小时。哦。比我预期还快，对啊，也会打到差不多快两个小时过撑完。嗯，你怎么断线了？哎呀，这应该不就是，是不是要再继续打？打什么？看谁？我想升，想升级，啊、有吗？那就分两团啊。对啊，一段打起你一个。帮新手啊！打麒麟，我有时装要麒麟的、欸。啊，这是力战的。What？ 那还不要了。皮下就挂了吧。哎、欸，对。猫先就挂了吧。力战李云龙。你本尊是谁？他就是优越啊。他就是优越啊！就是优越啊！对啊，那个开分身的啊。那你看，他本体的账号改成什么东西？你要自己去看一下。这个巴西那个他的账号的那个中文 ID 要隔两个月才能改的。等一下哦。哇！就是那个优。对啊，差不多吧。差不多这个意思。他说：“大家服装怎么都差不多。”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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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穿一样的啊。没有啊，我的就不一样了。还是内裤装啊？我内裤装哎，拜托。酷啊！啊，吃饭，吃饭。加崩。这边有谁？最多哇，知道 KO 数，该送他上七天了。那麒麟组的就准备了。那个打的。魔物究级等级会一样吗？不一样。像你，你还你泥鱼龙的话，就只会有四跟六的珠子。那算的。你知道什么珠子啊？大七，七等的。七等的。就打那个啊，危险度对吧 ？HR30的危险度二。HR30以上都会有，都很有机会出。就八星，七星八星的。其实看等级比较快哦，有没有优越？优越的本章很棒，太棒了！我吃过了，那全部都九星，没有力战没有九星啊！等一下，你是拿散弹哦？对啊，他们都拿散啊！我们说是散弹四人组啊！啊，我拿错了、欸。没有四人组啊，我不是啊，我撤了、啊，不是、啊，好吧，撤啊，没撤、啊。那你是什么？我大剑，大剑讲嘛，我最近在练，我可不熟的呢，我可是需要有人教的呢，知道吗？哇、哦，打出我的强打一中，哎呦，嗯，就很，
转过来。意外打了那些兵。那是要倒的没有啊？还没。哎、欸，我以为你要射倒，我在等你。我以为他倒了、啊，差不多了吧？投那么多下了，倒了啦！干头啊！畏缩，好花、哦！倒啊！没倒，没倒，他又开始。优雅的走步走路了，哎、欸、呦，他那母汤哦，哎、欸，大剑注意，暴气有一个人了，倒了倒了，又倒了，另外一边，换个姿势睡着，对呀、啊，这个是你的，哦哦，我打开了刚刚舌头传过来的，他传，耶、yeah.。档案还是、哦、没有没有，我的他的网。我说怎么传给你不传给我？跑了。嗯。不要让他走。我觉得不是很优啊。就不优啊，那完全不能播啊。谁播谁被编呢、欸？而且明明就是边打边爆，一直直接没穿衣服进去的呢。对，他是直接赤裸裸打魔物。对啊。对。完全防御力升到最满欸、啊、真的越肉的装防御力越高，物料越少、啊、这是多年来的那个我觉得还是不要装好跳旁边反正他被装还是穿着衣服的比较好先生，退小姐，好歪哦！我在放什么？歪爆！哎，连连看，连连看。哎、欸，可以。我没有真理包包了，没带。哎、欸，等等，我要那个。我也。哎呀，发好了，好。他是歪了一点，给古龙点尊严，并没有这东西。倒了，倒了，倒了！我原来他是古龙哦、喔，没有這東西、啊，我以为他是兽龙种哎、欸，古龙啊！哎呀，你太过分了。他不能被地洞陷阱欸，也不能被麻痹欸，也不欸，他能被什么？应该不能被闪。不行啊，不行，他只能被秀而已。连麻痹都很难，应该说根本不行吧？不能麻痹吧？他本身都是个雷了，很难说喽。他一脸雷包样，这个过分了。你是学大还小啊？你加一加，说不定等一下就针对你了。那这次有机会、欸，没有吧？这是看到吧？这次很小，要给你点，要给你点信心嘛？不要，期望越大，失落越大。我已经刷到没有信心了。孙翔，孙翔一挑三，嗯，我听得懂。期望越大，失落越大。哇哦，这画面！来，哇哦，又是麻痹瓶呢？来什么？跳跃猪、耐虫猪，我想我来个酱猪。嗯，想法哦，想你这个想法很好哦。当然，朋友，你这个想法很危险的。哎呦，要这样玩，那我要拿锤锤了。那今天别吃。
我要什么武器啊？嗯，干嘛要练武器啊？欢喜就好，不是随便玩吧？哎呀，好、啊，你拿超重啊？你拿超重？要砍不进去啊！我心眼珠才砍进去。啊，随便啦，就这样了，贼怒啊！老将了，第一次看台安。Hello， 舌头看到了。拿出我的超级。默默准备第一次看台，都有 MOD 了。抽到的啊！哎呦，抽到的呀！抽到的，随机原来是抽奖证明啊！随机打个账号，有没有？比如说那个二四六七七位数随便乱打吗？对，然后刚好进来，安安第一次看台，为什么前面有刀？有扳手？原来是抽到 A 赏啊！哇塞，这不止 A 赏了吧？这看起来是最后赏，last 赏，隐藏奖励哎，有没有？隐藏赏啊！我来洗，来跟麒麟。好烂哦！那说他那主要用手机才可以。我被丢包啦！我吃三卷。为什么才吃？我已经要散了，我忘记吃饭。好了，那我出门买饭，等一下回来。好，波波。哦，有调查报告。居然！你不要下去！啊对。哦，又一个调查报告，爽。听起来很棒。调查报告呢？下来的。他都跳下去了吗？他跳下去了。哎、欸，然后捡到是不是？然后捡到麒麟的上皮，什么鬼？哇！你们跑、啊？不是，我要跳走，你们相信我？他们为什么往上跳？哦呦！哦呦！哦呦！哦呦哦。又一个麒麟的上皮，他的皮是有那么容易掉吗？最近脱毛季吧，真的换毛季到了。来吧，吃我一刀。哎、欸，对，上下去打是脏哎。对，下去打吗？应该是吧，他都开了。开啥？你说我吗？没有，那个节操。哦呀，打，哟，自己嘞。去哪里？这只有比较大只吗？还是好像有没有吧？好，又是臭脚，好哦。哦吼！哦吼！哇的，这不是不是问题呀、啊？瞬间不能死嘞、欸！哇哦！哎，我现在玩不能死人呢、啊。哇，麒麟怎么瞬间变这么难啊？鸡被打太多了。啊哈！我要超级啊！不，妈妈，妈妈！哦，没事。打到叫妈来！哎，有人打我一下！游戏怎么变难玩了、啊？这游戏怎么变难了？熊大去，下去，下去！这一只，这一只大金呢、欸？哦，你看，对啊，哎、欸，比较大哎、欸，怎么会这样？比较大，好刺激哦！你看，少三个奖励，说不定是三颗酱猪。你看，这说三颗是公鸡猪好了。这个很会哦。连线建立失败。
哦，我有两个奖励的吸引了，好飞。哎呦，我太久没玩超丑，都不知道 我超丑是要哪一套了、欸。完蛋啦、啊！完蛋，他不让我加入了。加入啥？一会所？没有，他不让我加入你的任务，被霸凌了。